不要丢了，不要丢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打输的感觉哦，也没有想到说会挤出全垒打啦，出去的时候才知道全垒打，也是以平常心这样练习的态度这样去打，对，感觉是还不错啦，因为就用享受的方式去比赛，然后就感觉这球场蛮不错的。然后就是也感谢你们，然后这样配合，然后给我们这样这么好的球场这样。我哋都觉得有啲失落嘅，因为我哋前几日都好辛苦咁样先至入到嚟呢个决赛啦，但系最尾就输得咁大比数啦，所以就有啲失落。因为前一日都用球数系比较多嘅，都过咗100嘅，所以体力方面就有啲支持唔到，所以就比较少落场机会嘅今场。如果相比，應該是比賽經驗方面比較欠缺咯，因為可以見到師兄他哋打棒今日發揮得非常之好啦，都有好多串連嘅安打啦。咁相反睇翻我哋自己隊就比較打得綁手綁腳啦，所以一路都領先唔到。當然係開心啦，咁啊應該係 IBO 以嚟第一次香港攞冠軍 ，IBO 應該打四屆第一次冠軍，所以我哋全部人都好開心。就係決賽香港對香港係未試過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係追溯翻已經係 G1 杯嘅事，所以真係好開心。喺防守上面要繼續努力，當然其實佢今日都打得幾好，但係喺防守上面要再加把勁少少，因為可能有少少無謂嘅失誤會出到嚟。嚟緊比賽應該係亞洲杯啊，根據教練所講，亞洲杯全民隊嗰邊，呢個 IBO 完咗之後會繼續 keep 住去訓練。但目標就係當然係亞洲杯可以攞冠軍，呢個我哋一樓嘅目標嚟。好，唔該曬。